们已经被逼上绝路。你疯了吗？那可是恐龙。那条霸王龙随时可能再回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活着离开这儿。一旦遇到危险，会立刻停止。我答应过的就一定要兑现吗？你这是让大家卖命来买你的私欲！在座的所有人，谁不是为了私欲来到这座岛上的？难道你不是吗？今天的事，全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必须要留下来保护幽灵岛。